Stop！ 家居用品暗藏危机。在日常生活入面，好易掂到啲危险物质，例如樟脑，好似臭丸、杀虫剂同薄荷膏都有樟脑噶。樟脑油含有神经毒素，透过呼吸或者皮肤接触进入身体入面。最常见的是令到眼睛和鼻产生刺痛感，严重的话还会影响身体入面重要的器官的。所以我们要远离樟脑，如果接触了樟脑之后出现皮肤敏感或者红肿，就要快点看医生了。